是谁的狗身上的？也是有一份卖内蒙古羊肉羊肉馒头，我发了外卖馒头，给大家看一下。我168斤，我穿俩膝盖，单膀管子都穿了。便宜不了解，大花都讲我中高被便宜了啊！这今晚你都能穿，你看看啊，25，这边25，这边20，口红是20，剩下25。大家看看，现在天冷了，这里是内蒙古的，到这儿卖毛衣毛裤的。好多人在围着买啊！25，不讲价啊！不讲价啊！看看咱家的口罩，25一条，不讲价。来，你们自己看看这纸的啊！我168斤，照常穿。我看我身穿着了，瞅瞅啊，你自己瞅。看着这挺棒。每一条35。啊，是多便宜啊，35啊，挺超值的啊。看看这大街，买一条的还想再买。这多少钱呢？150。好多人在围着买，不讲价，25一条。我跟你说，这都是一样的，拿这样的都一样，都糊了。哎呀，这都糊了这样的。这么好，这么好，这么好，一个人的腿是啥样？这天，咱家的不起球啊，男款女款同样给你们穿啊，口红啊，不起球啊，他们是刷的，自己一个号，还加不加粉？加粉啊，加粉啊，我这可没有帮你买啊。来，你们两个拿好啊。25，这边那个口红的啊，等会儿。没收钱，没收钱。能想买个起球的就别买了啊！咱家没有那便宜的啊，咱家就保你不起球啊！来，别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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